还有几秒，僵尸就要来了。没金币啊？啊，来了来了，先把这个豌豆射手放上。这怎么都是看广告？好多僵尸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第一波就要嘎了。默默，快救我！他们直接把我堵墙里打。哈哈哈，好搞笑！还好这豌豆射手血很厚，能扛一段时间。八哥，你在干啥？我看有什么牛批的东西。偷家了，偷家了啊！八哥，快打！我枪都要打冒烟了。成功发射啊？没有啊，买了个土豆地雷。这个威力肯定大，砰！哪儿买的啊？哦，哈哈，他瞄的眼瞎了，我一直都没注意他。看看有啥，买了个玉米加农炮，都是一些普通僵尸。正好试试这大炮怎么样？哦呦，哈哈哈，直接炸上天了！八哥，把你的地雷也炸飞了，这个也太猛了吧！买个玉米投手。再买个寒冰豌豆，我直接就在下面打他们了。你的这个枪挺厉害的，捡一捡金币，就这么点儿，我啥也买不起。这上面都堆满了。八哥整了个西瓜投手，我换了把厉害的枪，感觉我们现在有这些植物对付僵尸已经没压力了。我也整把枪。哦，来了新的僵尸，拿报纸的，700血。打死！不要吃我的玉米炮！这些僵尸被打飞的时候都好搞笑，哈哈！连我们一起炸飞满地的金币。哼，小小毒宝僵尸也没什么厉害的。来了来了，第五波！怎么在这上面也要被炸飞？哈哈哈！搁这炒菜呢，炒豌豆，炒玉米，还炒西瓜。来了个大块头，2000血。默默，快来打、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去，完了完了，又被逼上梁山！还有路障僵尸，还好还好，没有大僵尸了。我的寒冰豌豆被吃掉了一个，感觉下波更厉害，再买点植物。买了个加特林，突突突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第六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卡了，完蛋，八哥，我电脑被第六波的僵尸卡死了。你卡了，我也动不了了。电脑太垃圾了，居然被这群僵尸KO了。